萨的法语遍洒全世界，靠的是我们众生，所以佛不离众生，众生离不开佛。希望观世音菩萨常回来看我们，也希望我们常回家看观世音菩萨。观音堂是我们的家，也是您的家。观音堂欢迎您。终于找到修心学佛的家。我现在跟我女儿一起修心学佛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我们是母子，但也是同修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感恩菩萨。人来自佛。